如果您减重是为了要穿婚纱的话，高雄今天有一场活动，也许呢就成功的吸引了你的目光了。有十对模特儿和卷新娘顶着大热天，穿着最新款的婚纱上街，快闪走秀。高雄市一家婚纱业者26号在热闹的三多商圈举办难得一见的婚纱快闪秀，十多名穿着欧洲皇室顶级白纱的新娘，把大马路当成时尚伸展台，上演一场吸睛的婚纱快闪走秀，吸引不少路人好奇驻足欣赏。而参与走秀的新娘也坦言很紧张，但却是难得的回忆。我会害怕。第一次这样的经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蛮有趣的啊。美丽的模特儿在橱窗内展示今年最新款式婚纱，吸引许多民众驻足欣赏。而这些新娘们还把伸展台延伸到大马路上，冒着南台湾30几度的艳阳天，展现国际级的婚纱款式，让许多路人都瞪大了眼，纷纷拿出手机拍下这难得的一幕。让我们的新娘呢，把这个马路当作伸展舞台，那么呢，在这个现场做一个快闪走秀。那主要的目的呢，是让那个这个高雄的这个朋友啊，他们路过的时候呢，都能够欣赏到国际级的这个婚纱的一个演出，这样子。联合报留学生高雄报道。